那也可可以，可是他要先切东西啊，我觉得不要这样。哦，好，那不然我们我觉得没有我你们在搅拌的时候，我在丢蒸笼，我先切料给你们。鸭子过来，有鸭子。那我这样子我就有时间放蒸笼。那你们可以先搅面粉，然后那个时间我可以拿来肉。我刚第一还有一只虾子，我第一次会卡是因为我不知道要站到箭头上面才可以放的。虾子没放上来啊。你们下一个搅拌好了吗？再一块吧，好，再一块吧。肉多肉多吗？要做，要做。有肉在，切了，就是还没切。要两个肉。两个装盘子。哦，虾子。等下先送胡萝卜的，胡萝卜的。用盘子，装盘子就行。然后胡萝卜就要上面，那个胡萝卜要先上。虾这边有，放一只虾子过去。OK。胡萝卜的好的都弄过去了，然后张盘子也是变成上面。虾子好的过去了，然后我切一只虾。好，切好的下一个去了。好，肉的蒸笼。对。胡萝卜，虾扔下来就好。还有一只虾，好，虾我过去了。哎，不对，我放错，我看错虾。虾应该有，应该是胡萝卜跟肉。另外，你们这边还有一个好的胡萝卜。盘子先给你们，有的话你们给盘子上上。盘子在最上面。哎 ，MK 那个没有蒸好啊！哎，干！好，蒸好了。盘子直接装，直接装。好，来不及了。好像差一点，对不对？好像1500。哦，有意思。